在车子里面只有9度，难怪越睡越冷，救命！好了，好，去买早餐。我要出发了。今天睡过头，所以没化妆。看看有没有非常憔悴，超级的憔悴，没关系。赶紧去买了咖啡，还有夸颂。今天要离开法国了，下一站就是去西班牙的毕尔包，往 tapas 前进。哎呀！大家稍微等我一下啊，我加个油，快没油了。你知道我这台车开了多少吗？30000公里了。每年夏天才会开的车，居然已经开了30000公里，太扯了！我到底是开多少？我居然加了82欧元呢，好可怕哦！82欧元，这是什么可怕的数字？我们刚刚终于经过了 Biarritz 旁边的收费站，就代表着我们即将要进入西班牙啦。Happy 啦！遇到西班牙 GoPro 就没电。手太短，可恶！我跟汉美术馆在那里，然后旁边有超多人在晒太阳，非常的悠闲。随便地上都可以躺起来，真的厉害。前面这个是以前常在美术课本出现的大蜘蛛，我不知道入口在哪里，应该是这里吧。古根汉的餐厅也有米其林，有钱任性的大理石户外地板，小猫咪好可爱。哇嘞！结果是狗。绕了一大圈，我们终于到门口了。那些用户还没自行之前，赶快进去。肚子好饿，我要去吃东西，不然我等一下可能会整个倒在路边。
天哪，我今天就有吃那个可颂，现在是下午大概3点左右。古根汉的对面有蛮多间餐厅的，我想进去找找看，看能不能挖到宝，还是又会被坑一笔。我现在要从古根汉美术馆这附近搭到旧城区，吃完还可以顺便逛一下。推荐的一定很赞，怎么办？里面好多酒，可是我等一下还要开车，就继续再说。I would like the steak tartare. And then the.Thank you. 现在要走回去了，左边好像是游行。哇，发生什么事？有人知道那种戴紫色尖帽子的是什么东西的游行吗？回程我决定用走的了，大约2公里，要走20几分钟，让我稍微清醒一下，等一下才能继续开车。公园看起来好可爱哦。现在是5:46，哎，终于走到了，肚子有点翻腾，但是我先不管。好，先看一下我的停车费多少钱，9.3哦，还好还好。我觉得我找车需要找一下哎，我这次下来的地方好像跟我上去的地方不太一样，完蛋，完蛋完蛋完蛋！而且他这边没有号码，他的车位没号码，有号码在后面，可是我没有记，完蛋了。右边的车子都在排队出去，我觉得我快找到了，找到我找到我找到了，最近最近。哇塞！救命！差一点狙掉，在这里，我的小鸭嘴兽，勾追勾追。现在我找不到我的钥匙。哇，蛤蟆不能坏掉！哎，放后面，放后面。东西好多，怎么办？一整个停车场，声音那么多，到底是在干嘛？哎呀！啊，谢天谢地到了，等一下开3个小时到预计的营区，我不确定他会不会收留我，不行的话我就去住那种上旅叫伊比萨之类的。因为我今天要洗澡，我已经充分感觉到我头发很油，身体也很黏，脚准备要臭了，所以要洗澡了。好，我们先开车吧，待会见。Another rainy afternoon, I don't know what I'm to do. I just miss you more than anything. It's way too quiet in the house. I'm just waiting on the couch. Cause I don't wanna feel anything. Wish you'd stay here beside me. This isn't how it's supposed to be.乌漆嘛黑，什么都看不到，算了。Hello， 各位，我到营地了。但是为什么是这个背景呢？只是就是我刚刚 check in 的时候，就顺口问了一下，那小木屋多少钱啊？他说，小木屋42块。那一个营位要多少钱？他说，如果你不需要电的话，28块。但是我今天的电池没电了，我要充电，那应该就是30几块。我想，好像也才差10几欧。那为什么我今天不住小木屋，顺便充个电，然后又不用搬我那个浪板，所以我就决定住小木屋了。可是其实因为小木屋就这样啦，一个算是什么临时屋的概念吗？然后床就长这样，还要自己铺床，
虽然他很好心的给我们保洁垫，我觉得应该也没有我的车子好睡，不过没关系，就方便一点。今天晚上9:38，要早早睡了。这样呢，先来洗澡，大家晚安。因为呢，小屋真的是就是不怎么样，而且床非常的难睡，难睡到让我觉得我宁愿住车上的那种地步，所以我们就迅速的带过，赶快去葡萄牙吧！今天就要去葡萄牙了，我非常的兴奋。我已经跟葡萄牙那边订好今天了，所以应该没有问题。我会在至少晚上7点以前到，应该是会在天黑以前到啦。对，加油加油！今天总共要开大约8个小时的路程。前面这台英国拖车，它从英国拖过来，哎，超强的，有够大台。向左转。嗨，各位，我现在在超市了，这是一间非常大的超市，有很大的停车场。想要去买一些菜，还有明天的早餐。我刚刚瞧了好久，终于瞧好了，真的是救命！给你们看一下它这边的状态，根本就是杂草丛生。我要找一个我下去不会被杂草攻击的地方，有够难。后面有两台车，又不能离他们太近，我就找到一个地方，在我这边就可以下来了。不然后面这个地方，我刚刚基本上超难下车的。上厕所，真的不得不说，这边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冷很多哎！我都要成这样哦，快冷死了！葡萄牙3月快4月了，怎么会那么冷？今天的板子也是一样，呈现一个很荒谬的姿势。在我的前座躺着，他应该会以这种姿势持续躺一个月吧。我真的不知道他可以拿去哪里放，感觉拿到哪里都不对。我刚刚决定要开，庆祝我到葡萄牙的第一天，好开心！希望它很好喝，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刚喝完一大杯意外的红酒，然后就觉得。但你会比较重的红酒，我会觉得有点腻了，所以我就问他说有没有比较清爽一点的红酒，他就介绍了一些给我，好香哦！这个是我挑的唯一一瓶红酒，其实有点后悔，我应该挑两瓶的。我那么爱吃肉，一定要喝很多红酒的，可是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听他在介绍白酒的风味的时候，我都对白酒比较有兴趣。另外两瓶我要等我朋友来的时候跟他一起喝，冲浪前的一杯白葡萄酒，然后这是到浪点的红葡萄酒。我没有酒杯，我只有马克杯。怎么办？好开心哦！
外面风好大哦，好冷哦，怎么办？我之前来的时候，都有一个教练，他都一直在，然后他就会固定提供我电源，我只要把我的超长的延长线去插在他的那个 caravan 就好了。可是那个教练这个季度不在，我就没有电源供应器了，所以我现在的车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电源。如果需要电的话，我就要把我那个超大的电池拿去充电，然后再提回来，有点不方便。但是我希望这边的晚上不要太冷，冷到我要开电毯。毕竟我从德国一路下来，我这一趟都没有开过电毯。如果这是到葡萄牙才开电毯的话，这会不会有点太荒谬？我要再剪我的第一支影片了，时隔将近两个月，终于要剪影片了。早安，快点领我一个。天气真冷，大太阳好棒哦，赞哦。